来，我们先把护具拿起来哈。来，护具。好。另外一把。护具来，先拿护具。拿左手。左手。好，左手。扣在金色铜环的下方，把线卡在铜环下方，用力推一下，哎啪一声，就代表它卡住了。再推，不是，对，这样，等一下，因为等一下你要放出去。好的，卡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侧身面向你手掌的方向，靠近底下，还要站侧的哦。对。好，休息的时候呢，对，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们右手比三，中间有三只，右来十指在剑的上方，两只在剑的下方，拉弓，手指头打开一点哦，比较好射击哈，打开一点，不要夹住剑。这样吗？对，然后开一点，开一点。手会没力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前方没有人就开始射击咯。哎，不要拉，不是你手不能放这边。对，好，对，放，放就放，你就放掉。好，这边。对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要体验吗？知道吗？啊，这样，这边一样啊，又卡住了，快点好了，开始动。好，不要有放上面，对，勾住，对啦，你们女孩子比较没力气，男生就是，对，好，你看，马上就出去了，对，好，放，你不要放，你就放，哎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哎，高一点，利用它的抛物线，高一点，哦，这个你们女孩子手位很乱，好，三个这样。四位，好，稍等一下哦。哦，我们就坐那边啊。对，很高，很高，对，利用抛物线，好放，可以放，哎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越来越远了，知道力什么？对，好，你手不能抠，不能抠，不能抠，拿到吗？知道吗？左手，左手不要。
左手就是你们对对对。好，往上。好，对，是要勾住你，看不到。哦，当众指示他。